这边钱啊，哟，漂亮，冷原油。啊？哪有啊？有哈？这里附近有鱼。你说那个浅水捞啊？有吗？这吧？没有，冷干净了吗？那是啥？看这边，我天了！啥？啊！哟，这肾的脖子这么长，活着啊？活着，活着。去我天，办事了。啊，爬吧，爬。我今天发财了，发财了！别让它咬着啊，这东西很生猛啊。哎呀，哎呀，怎么弄的？哎呀，哈哈，这个厉害了，这个厉害了。高兴了，爬哎！这还大鱼吗？咱找这个吧。这为啥长？为啥这里有啊？这个浅滩、啊，这是个。你跑这么快？看。啊，还逆着水走了。哎，水好好流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个地方是昨天涨水的。涨水涨的。然后这今天又落水，它被搁浅到这儿了，要不？逮着甲鱼了哈！哎，甲鱼好。你这脖子伸那么长、啊，太牛了！你看他爬的时候用脖子使劲的。你看，哎呀，太牛了！好、啊，咱们收获一个哈。那、咱去捡甲鱼。咱上的前趟咱抓一圈，抓一圈还能找着我，咱等会儿再打鱼。啊，找甲鱼去喽！走吧，说不定那个黑的是啥？现在只要看了黑点儿就激动。我觉得这里边还有东西。嗯，有可能提到不是一个。哎，看，那是啥？哟，看爬了。办事了，办事了。看看，等会儿，哟，这又一个了，爬了，直接上深水爬了。这是刚搁浅、啊，这水刚可能刚捞下去。对，刚捞的水啊，是吧？这个比刚那个大。看，哇！这个厉害，这个这么圆一握，这个的，这个圆的，咬啊，咬呀，这个猛嘞，张嘴就咬嘞，那它这为啥知道回头咬呀？你看你猫着它知道回头啊，你看这么凶，你看张嘴了吗？这伸手把在叭叭上起来喊起来，行。这个胖是吧？比那个肥呀、啊。行，收获俩，咱再转一圈再找找。今天找十甲鱼行。好，这大王八办事了。朋友们、啊，带大家看我的鱼货啊！办事了，今天发财了。我把水倒了，让大家看一下。哇、哦，这是刚才打的鲤鱼。啊，刚才打的那个鲤鱼，啊，这个、就是白捡的，逮的。看这俩甲鱼，一大一小，啊。嗯，办事了。再弄点儿，用点事儿，放下去。看。这货
今天发财了，来到黄河，值个钱儿啊！那加油还玩去，自己钻进去了。哟，你看了吗？这么能啊！哎呀，自己上里边钻呀！那意思是咱下次得闲来吧，卷河道吧，河道下水上一层甲鱼。厉害！这厉害了，看往里边钻，你看，没撞。咱这能钻哪去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钻头不固定了，要不也好再紧起来。好，你看再紧起来，它找到路钉了，看来是。好，马上就紧了，紧起来。厉害啊，这才是高手。这么有劲儿啊，这么硬才能钻进去。看，别往下，他得摸摸的来，他才能叫出来，看来是。啊，他走啊，他怎么能走啊？从底下，这能露一劲儿啊？这里看不见，看不见了，看不见了啊！啊，这谁过来能看见？这上有甲鱼的地方，哥你看，说不定这种地方就有啊。嗯，对。找不着了是吧？快过出来了！哎，老大上头，老大上头，这是脚啊，你不是头，这是环不上的。我天，真能嘞！